看你吃饭都不正经的，吃饭还在这里做运动。做运动。饭都没吃饱，怎么有力气做？你不要撞到你的下巴哦。牛魔王，你是牛魔王吗？是这样做的，累不累？很重的，别动那个，等一下掉下来压你的脚，听见没？砸脚了吗？有没有搞一小时？没有。冷冷的，哪是在搞这种水？我在帮你啦。像不像打枪一样？像打枪一样是吗？哪个不怕？哎呦！好不好玩？好，姐姐，好不好看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漂亮吗？我怕你甩一下用力，你要甩到自己头上去了不？哇，好好看！好看吗？好看！哇，天哪！好好看！漂亮吗？漂亮吗？漂亮吗？转圈圈，转圈圈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转圈圈，转圈圈。我要。你也要啊？你叫了了，叫叫阿娘给一根给你。哎，你裤子都往上缩了，不要碰到衣服吧。乖乖，你为什么要捞裤脚起来？刚刚抱的时候，那裤脚都往上缩了，叫爸爸再给你点一根。你还要啊？你不是不管吗？这个他就不怕了。再来呀！再来呀！爸没有火机呀、啊！不要甩到人，不能碰到衣服、裤子啊，也不能碰到头上啊。火箭一样，他不会害怕的啊。他才他甩到你，你要不会甩到你，他小的他不懂事。没了，爸爸，等下再给你一个好吗？快点，没那么好看。我靠，全部在玩起来了。前面很怕了，现在慢慢开始没那么怕了，敢自己捡了，不用我抱了，就得慢慢锻炼一下胆量。转圈圈了。